不，我们今天第一次不止解锁了在海边扎营，还有在扎营这件事情，好兴奋呐！好恐怖哦！哇，翔哥被追回来了！对对对对，露比头的户外聊天室，你觉得女朋友在做哪些事情会让男生晕爆？我蛮喜欢看到。那你会介意女生有狐臭吗？哇，太真的不给我礼貌嘞！我喜欢眼睛会笑的女生。哦，真的？对，就像你这种类型。大家好，我是露比头，我是露一。大家好。为什么这么开心呢？今天又是我喜欢的系列了。那我们今天计划去哪里呢？我们计划去宜兰的蜜月湾，因为我们要去那边冲浪。然后今天很特别的是，我们计划在海边车速出体验，因为我们之前以往都在山上啊，或是甚至在警察局附近露营，或是车速的经验都有，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机会来海边露营，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安排了。但是我们要到实际现场之后才知道状况，到底今天会是海边野营还是海边车速呢？好期待吹着海边来自海洋自由的。那这支影片也感谢中华三菱 CMC 新世代 Zinger 1.5T 的体验邀请，解锁大力男海边露营或是车速出体验。那 Zinger 呢，它其实平常啊，你商用载货啊，或者是假日带家人出游，都是一个很棒的选项，一车多用啊。那这台车呢，它其实有 ACC 的全速域，而且具有自动跟车，而且它价格又便宜，算是一个自用商用都很棒的一个选择。想要解锁各种出体验成就，这台大力都能帮你完成。那我们就出发今天的行程吧，出发 Go。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到高速公路了，我们来试一下它的 Level 2。我现在开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跟着前面的车。那它这边 Level 2呢，它是全速域的。那它 AT 主要有四段的车距，最高就4嘛，那最低就1。我通常喜欢设4啊，比较安全，多一些反应的时间。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样能不能沿路这样子开到宜兰去。对，因为我们今天要去宜兰嘛。这样最快乐了。现在有点弯哦，看到它能不能转过去。我现在只是手摸在方向盘上面，我没有真的去操控它。这弯它是弯得过去。今天平日国道五号的人车还是蛮多，我觉得蛮多的。今天说时速40以下，代表是赛车的。我现在的车速是我完全没有踩任何的油门跟刹车。它真的一直 hold 得很好。目前没有给我很强烈的那种顿挫，它算缓了一点。对，那我们现在实测一下它的动力表现，因为像我现在前面有台车挡住我嘛，我来踩一下油门。感觉动力是 OK 的，就是你要超车一些是 OK 的。以这么大台的车来说，因为它是 1.5T 的涡轮引擎，而且它还有 26.4kg 的扭力，然后它还有172匹的马力嘛。以它的动力表现，这样是足够让你可以载全家人到处去玩耍。对，而且它有五人座跟七人座，就是它一家人到处旅游超开心的。那我们现在到了露比头的户外聊天室，像我们这次来 camping 就非常适合聊天，就会整理最近几个比较流行的时事话题跟大家一起聊。好，翔哥准备好了吗？没问题。对，因为我现在开 level 2，所以我可以比较放轻松一点。第一题，情侣吵架怎么和好的？我跟露比都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我们不会说当下在不爽的时候就一定要争个你死我活，就干脆先冷静一下以后再做讨论吧。就是我们会有个默契，是我们现在当下知道我们已经在 argument 的时候，我们会说好，那我们就先不要讲话，但是彼此不会赌气说你干嘛，你现在不跟我讲话，你现在干嘛不跟我道歉，就是你没必要一直去挑起火花。那你在沉淀的这段时间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去思考，哦，对方讲这个其他的立场观点，也许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只是我们表达跟中间的做法不一样。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就是吵闹去吵架。对，哦，这个再往下聊深深的好了。就是我也很好奇，是大家你在择偶的时候，或是你通常主动吸引你的另一半是个性跟你相反还是跟你相同属性？因为我发现我就是很外放很活泼类型的，然后很喜欢讲话聊天，但是我喜欢的另一半好像都是比较内向的。那你有特别喜欢活泼的吗？我觉得我好像都可以。所以比你内向的你也可以？可能也可以哦，不晓得哦。真的哦。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交往几年了？5-6-7年。应该5-6年起跳了。对，那你有觉得另一半有什么不变的习惯吗？可以是好的跟坏的。你说没有改变哦？因为很多人说什么啊，我老公刚跟我交往的时候才不是这个德性呢。哦，我老婆以前跟我出门都还会打扮，现在都不会了。我觉得你都没什么变啊。我觉得我有个不变的习惯，我要上诉，就是我每天睡觉的时候，我就会抱他，亲他一下，就是全部仪式走个一轮。哎，我这个是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变吧？我是不是几乎每天都会做这件事？没有吧？有每天吗？我明明就有。没有啊，像我昨天也没影响。昨天不算，昨天我们正在吵架。
但我觉得他很多优点就是交往之后，他反而是就是越交往我会越喜欢他的个性。我其实我们当初认识就是打羽球的时候，在朋友的社团里面，然后那时候他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我第一个我觉得他很憨，就是他很可爱，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很善良，长得很善良，不是就是你是个好人。就是举一个例，我印象蛮深刻的，大家活动结束之后我会留下来帮忙整理东西，可是我发现阿翔也会，然后有些时候就我们两个默默在旁边一起整理东西，然后其他人看到就会过来帮忙，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两个的性质好像蛮相近的。我觉得互相帮忙没有什么，我觉得假设我在一段关系里面，或是未来假设我跟你成家了，像大家延伸很常见的问题就是，你的努力付出如果被另一半视为理所当然，我觉得真的很心寒。这间洗护会好帅哦！你看，它有厕所，而且它竟然有吉祥物哎！第一次看到它有吉祥物，它有切好的水果哦！哇，我第一次看到台湾超市有人卖这种哎！这榴莲哦？对啊。就是这个良心糕，它应该是荤贵吧？立马决定要买哎 ！Happy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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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辣椒酱跟蒜蓉酱看起来超赞的，这翔哥看起来受不了，但是我觉得应该看起来蛮好吃。哇，刚那间春卷博，他的生意超级好的，就是客人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他手没停下来过。现在几点？现在下午2点多哎，而且那个妹妹超级亲切，是个大甜妹。她的虾饼其实它上面有一些虾，然后跟一些萝卜丝之类的，地瓜丝啊。哦。它的酱好好吃哦，我觉得这现做超好吃的。它刚开始我以为它是只有青葱而已，但我发现它下面好像是有调味的，蛮好吃的，有一些黑胡椒的香味是好吃的。哇，龟山岛哎，看这个海。下一站宜兰头城的大溪国小，虽然好像在警察局跟山上露过营，但好像没在国小露过营。刚刚已经问完学校的老师了，所以确定今天可以在国小扎营了。哇，我们今天第一次不止解锁了在海边扎营，还有在国小扎营这件事情，好兴奋啊！然后它这里的收费是一个人200元，是算人头计费。但是国小的好处就是你有水啊可以用，也蛮方便的。我跟刚刚他写台湾蓝雀在上方筑巢，不要逗留。然后就看到两个鸟宝宝在上面呢，他们嘴巴开好大哦。对，给大家看我们今天带了哪些东西。你看，我们带了冷气机啊、电源，然后我们一些吞煮东西，连电风扇都带了，然后一些录音椅啊之类的。其实，因为其实这台车在另一个呢，其实它的空间蛮大的，它整个空间呢，它有2015 liter，算是一个蛮大的空间。而且我们这是7人座，你假设我们把后面的后座也又倒下去的话，其实它空间是更大的。他们其实品牌也有出露营款，如果大家有更经常露营、频率更高的，也可以参考。可以自行加购，我们来下行李，给大家看到底带了哪些。这台冷气，10公斤冷气，10公斤冷气，哦，你现在这个背景好美哦。对，后面是龟山岛，那我们现在东西都已经拿下来，其实后面这个呢，假设你买的是7人座的话，它后面就这样子。大家想象一下，你今天假设买的是5人座，这个掀起来的时候没有这一块的时候，它其实整块是平的，可以躺在这里。上面再要可能要垫个板子之类的，比较硬的东西，变成一个平面的，会比较好睡一点。现在顺便先把床垫垂起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床摆下去是这样子的。等于说你假设下面到时候有铺床的话，它睡起来是这种感觉。看嘛，我这么长，而且这个床垫是超过190的，对，它都可以放进去。而且我的位置啊，我没有推到最前面去。它这个可以再推之外，它也可以折下来，然后头枕可以再拿起来，脚就可以看到那个龟山岛，就可以看到龟山岛。这个背景太假了。对。我现在要去从学校去蜜月玩，给你看我后面，1、2、3，哇！更漂亮了，宜兰的海上是带的耶。螃蟹，哇，那很大只耶，很大只哦。寄居蟹借我看一下，因为我长大了之后就没看过那么大颗的。你也是耶，很高兴你们都有一个快乐的窝。其实我之前曾经幻想过一种生活，就是开着类似那种大型的车，然后睡在海边附近，就带着冲浪板，然后早上就去冲浪。
这是你幻想的生活？曾经有想过。我懂，我觉得这些应该这种梦想大家应该都有吧。对，然后这次刚刚好就可以去实习一下。谢谢中华三菱让我们有机会体验。然后像老板他们这里就有在租板板，那你可以讲说你想要的尺寸，然后他就是租一天就是300块一个板。其实这大哥蛮惊人的，他很贴心哎。大哥就说，可是今天的浪比较不一样，他觉得是有带风的，然后就跟我们讲说，哦，那你不要去哪边哪边，你在哪里冲就好了，就跟我们讲说要注意安全。上潮了。好恐怖哦！哇，三哥被追回来了，阿烈。看他那小短腿，我刚下了两次都下不去。哦，真的哦，上不了板。我一直游不到那个比较平的地方，我一直到下来会觉得这样有板上吗？哦，对，今天的浪真的好高哦。今天我觉得我应该冻没掉。可是我觉得冲浪好帅哦，我自己不是很敢冲，但是我很羡慕，也觉得冲浪的人真的好帅哦。哈哈哈。你这样好像被警察抓哦。这个国小这边它还有一些红旗的东西，蛮方便。你就好很多。他有人给我们来收一人200块嘛，然后他们就给我密码，他密码大家就可以去里面灌洗。对哦。我觉得会比起在沙滩边更舒适。好，来煮东西喽。耶、yeah! ！好，那我们现在来煮饭了。耶、yeah, ！到了晚餐时间。这是我新买的锅子，我在网络上买的。是吗？这是新的锅子哦。这是新的锅子啊，你没有发现它超级轻的吗？我真的没注意到。这男的啥也没注意到。哇！地狱神厨肉一得是。对啊，第一次煎鱼，所以我觉得煎鱼其实煎鱼比较简单一点。我们今天原本是想要去渔港煎啊。去渔港买啦。去渔港买啦。你去渔港煎干嘛？这边附近有个渔港可以买鱼，可是因为我们不是很确定那边的露营环境，所以我们还是先过来这边。真的好吃啊！哎，我觉得好像比牛排失败率低一点。人生真的简单比较重要。其实你每天都吃那种高档料理，其实蛮可怕的。哦，我同意。所以我有些时候觉得让我出彩大饭，那有些时候偶尔吃一个大餐是一个。就像你小时候家里聚餐会去吃那种哦，可能像是那种比较平价的我擦牛排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快乐哦。假设你现在自己那个钱你自己赚的，你就会花得 OK 不痛不痒。你想要得到更高等级的那种期待感，你就要到更高 level 的餐厅去，满足就会越来越难，容易取得。现在中场穿插露鼻头的户外聊天室，你觉得女朋友在做哪些事情会让男生晕爆？哦，我想聊暧昧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暧昧期晕爆都通常都是女生很刻意性的做久，很故意性的做某些的肢体接触啊或什么之类的。我乱讲，譬如说我模仿的是，哦，你讲这真的很好笑哎，哦，类似这种东西。可是我跟你讲，这很两极哦。我发现我弟妹很讨厌人家这样。除此之外，我觉得我蛮喜欢看到很认真在运动的女生，譬如说一起打羽球，我就觉得就蛮。假设他一直在场上不下来呢？他们假设他们规则这样子的话 ，OK 啊？哇，哎，我要哭了！你有生之年第一次这样帮我讲话哎。他以前就说，他对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打羽球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一起去打，然后我就一直不下场。正常假设在台湾的羽球场地，不论输赢，就是打完就要下来，你也知道吗？我知道。对，然后我不晓得那时候他们的社团是这样子游戏规则，因为这样讲好，就是我们的社团都是一般的。里面会打的只有我跟另外一个男生，等于说我在场上，假设他们规则的话，我就从头不用下来了。强，就是譬如说，假设今天来冲浪好，然后假设女生一直在那边那一说好可怕什么之类，那我可能会觉得很 annoy。可是假设他今天是很认真的去学习一个东西，然后很专注，我觉得他蛮酷的，蛮帅的啊。那不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是打羽球，只是打羽球。所以我如果一开始冲浪，你会觉得
公主病。哇，这个对怕水的人来讲，这个公主病，这个我们没办法吞不下去哦。肉鱼的喜好就不太一样，肉鱼喜好就喜欢看起来很蠢的人，所以他喜欢水豚。你好像喜欢笨笨蠢蠢。呆呆的呆萌，对，我觉得你会觉得很可爱。对，你不喜欢那种很精明，然后哦，我不喜欢哎，很爱秀、很爱耍帅类型的。我超反感的。你很谦虚，我很欣赏哎。我觉得能做到这种就是身段谈柔软度，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你会介意女生有狐臭吗？我觉得我不介意，原因是我其实闻不太到，因为我觉得我鼻子很不灵，所以我好像不会介意这事。因为我是一个有汗味的人，我家人还有偷偷问我说：“啊，现在我发现你就是流汗的时候会可能会有一些味道吗？”对，我已经敢承认了。我小时候其实很自卑，所以我现在就是敢侃侃而谈。那如果大家想问一些心路历程，可以留言问我，我搞不好下一集就来 A 了。那有些时候健身的时候会有，所以我后来就会涂那个止汗剂。对，阿翔就说：“那你赶快让我闻，我要闻闻看什么味道。”有一次我拿进去来闻的时候，真的味道蛮强烈的。哇，他还真的不给我礼貌嘞。真的要拿到鼻子，可是我觉得任何人汗臭味，你拿到近位置本来就是很重的味道。哦，确实，谢谢你给我台阶。我喜欢眼睛会笑的女生。哦，真的？对，就像你这种类型。可是我笑起来没有眼睛哎。对对，就是有点月亮的眼睛。暧昧期男生做什么举动会让女生觉得很心动？假设说他某种球类啊，或是冲浪冲得很厉害，我就觉得帅爆了。那是假设带你来冲浪，然后从头到尾这样打上岸的，像我今天这样子。可是我会觉得你很努力，反而有些男生就是会在那边说今天怎样怎样了，一直找借口什么的，我就觉得啊啊咋咋的。老实说，我觉得反而那种乐器很厉害的男生比较不会吸引我，我比较是运动派的。应该说乐器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会不会是很近之类的。假设你也会弹钢琴，对，我会觉得找你去冲浪好像很奇怪。哦，你会觉得圈圈差比较多的感觉。而且特别像弹钢琴，他们要保护手指，假设职业的话，很多事情他其实是不能做的。那刚刚是交往之前的心动瞬间，那交往后你有什么心动瞬间吗？认为最迷人的情况下就是我看到他成长了。克服他很多很痛苦的事情，我每次会去看我们可能从零开始学滑雪，都有去做了很多的人生挑战。我觉得我可以看到他的从零到克服自己，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你的迷人瞬间好难哦，你以为我天天在克服？真的很热哎，我们现在没有吹冷气跟电风扇，它的地板哦是传出来很高的温度的，我就感觉我坐在一个电热毯上面了。真的。希望他是婚贵啦，他没有写他是婚贵。都以刚够号称说我女生的良心高，女生的胃是第二个胃，我是不相信的啦。你大概只能吃一个一口吧，然后跟我讲一句说我吃不下了。哦，这看起来是 honey 吗？他叫良心高，他没骗人，他不是婚贵。可是我觉得乐乐的吃完一堆咸的，吃这蛮快乐的，这蛮冰凉的。我觉得洗护胃好赞哦，推荐大家你各位来东部的时候去洗护胃挖宝，超好玩的。那我们现在去探险喽，吃饱来去探险。你自己看，海平面是超亮的。哇，好漂亮哦！你看月亮太亮了，竟然看不到星星。有没有觉得月光很神奇？它竟然可以把漆黑的海照得这么的亮哎！你知道这个对女生来说是非常梦幻的景象是为什么吗？为什么？这就让人家感觉就是有美人鱼在那边唱歌，然后她跟王子凄美的爱情故事，你能理解吗？其实国外啊，有人拿这种东西来做一个主打。澳洲有个地方叫月梯，它会是一个很大的月亮，然后它会下面的这样，就像这样子，还反射，然后很像一个很长条的东西，所以叫月梯。好，那我们为大家开箱这边这个国小的淋浴间。厕所超级干净，超干净哦，真的超干净。而且很多间。淋浴间是这样子，然后有热水，它是有热水的。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地方一个人200块很 OK， 很舒服。他要洗发乳、沐浴露，他现在这边有提供那个吹风机，对，他还有吹风机。大家晚安。对，我们洗了舒服的澡堂了之后，现在开始觉得很凉了，而且外面在下雨，现在一直听到海浪的声音，轰轰的，好像白噪音，好好睡哦。大家晚安。晚安。拜拜。太扯了，今天下大雨，好险，我们一早就先收了。这边露营其实草地上这些每个地方都可以露营，只是它的一些收帐时间可能会比较早，特别在上课时间。这边路好窄哦，我真惊讶。对啊，超级窄的。人家路超长的，开不出去，你知道吗？整个 shark。你
又到了扛酷炫时间，那你这次对我们第一次在海边露营，然后还有蜜月湾的心得如何？我觉得蜜月湾蛮棒的，特别我觉得非常推荐给喜欢冲浪的人，我觉得它冲浪很适合，而且我觉得在小学那边露营，我觉得环境还蛮不错。我觉得环境超棒的，超舒服的，因为它灌洗啊、扎营，它整个环境的舒适度，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讲是一个超级棒的选择。那现在顺便跟大家分享我们体验中华三菱 CMC 新世代 Zinger 1.5T 的心得。对，我自己是最喜欢它的 CP 值，它1500cc 比起2000cc， 它一年税金大约可以节省5490，然后油钱这样换算下来，有可能一年又可以省了10000多块钱。对，而且它其实 CP 值很高，为什么？因为它900000就可以入手一台7人座，然后很多车主呢都会拿来选择，像是你平常日常载货啊，或是你不小心搬家之类的，然后或者是你要带家人旅游啊，改装成露营车、冲浪车，都是很多车主的选择哦。对，就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商用自用两相宜的车款，算是走 CP 值的路线。没错 ，CP 值超高的选项分享给大家。那大家也欢迎留言跟我们推荐其他你觉得台湾很特别的露营场地，不论是私人的、啊，或者是不一定要在海边，也可以留言推荐我们。那今天假设我们露鼻头的户外聊天室，大家有什么延伸想要问的问题，也可以留言问我们哦。好 ，See you， 拜拜。之前陪阿翔爸妈去做白内障手术时，聊到在他们的年代，他们的蜜月旅行居然是仅仅靠着一张纸本地图就可以完成搭火车去南投玩呢。结果讲到这里，我们的孝顺上又动起了歪脑筋，他说不如这趟旅行带上我们的爸妈一起挑战搭火车跨国。